实际上我们讲说实际上是这个，如果我们要比数的话，就有高低的争执啊，见仁见智的哈。但是世界各国现在全世界有850个大城市都有这个奖励尤其公共自行车的这个政策。对。啊，这个不是只有我们台北市，其他的城市那更是，补助的更多了，或者说奖励的更多了哈。那么这个我现在不宜发表我的看法哈。哎，司令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时间上面都知道要采访，好，谢谢。